联会主席，本席呢有些问题想请教一下吴院长。吴院长，请备询。蔡委员你好。院长你好。谢谢。院长，最近在我们国内小港机场发生了一件小小的事情。这个事情是有一架日本的飞机，那么它要降落的时候发现到说跑道灯没有开，依规定机长就很紧急的重飞。跑道灯没有开的原因竟然是负责这个跑道灯的人有一个人去上厕所，有一个人在打电话，所以这样的一个小小的失误登上了各个媒体，把它形容为一个机场管理的危机。这个我们幸运得很，没有发生任何的事情，但是这是一个机场的管理的危机，是毋庸置疑的。院长同不同意？完全同意。我觉得这个是虽然没有发生不幸的事故，但是这种疏忽往往蕴藏非常大的危机，这一定要查明，而且已经请交通部了解整个事实。好，那么我再提醒，要不要说明一下易主的情形？是我们对这个因为就是留下来的那一个啊，就接电话的那个，他是算是新的人手了，那所以呢，我们对他已经进行易主，而且把他调开位置，重新训练。对啊，然后另外呢，我们也把整个的 SOP 全部再检视一遍，这样来避免将来再度发生。然后另外呢，我们也是。在研议，就是说我们可不可以来这个加强它这个其他的一些配套的预警措施啊？换句话说，这其实是很丢脸的事嘛。对，这是不应该发生。前一段时间，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曾经在桃园机场有一架新加坡航空公司的飞机，在暴风雨夜飞到的错误的跑道上面去，我们的塔台没有发现，灯也不清楚。结果起飞的时候撞到了什么机场维修的工具，机场维修的起重机，造成了空难，幸好死伤人士不多，但是新加坡航空公司自豪为从未发生空难事件的，竟然不是飞行中发生空难，而是在我们的机场发生空难。所以院长，我们的机场管理难道只有 SOP 吗？是不是到了该彻底检讨一遍的时候，任何一个小节都不可以放过，对不对？完全正确啊！所以毛部长，我们也要求他对几年前发生的历次的灾害，到底是出在什么原因？这个 SOP 一定要严格的来控管。我的意思是说，如果发生空难的问题是在飞机，那是一回事情；是在飞行的气候条件是一回事情；如果发生在机场本身的因素，那请问你？我们作为一个中华民国的国民，面对国际，我们情何以堪？是不是？当然，愧疚难安啊！对啊，当然一定是愧疚难安的事情。好，那再来，我们再来谈我们的机场的危机。最近有个电影叫《危机倒数》，我要说的是倒数的危机。我们不晓得我要不要拜土地公，还是要请耶和华上帝帮忙。当有一些小小的东西，我们没有去注意的话，这个危机是在倒数当中的，我们只能期盼它不发生，什么时候发生我们不知道。我这一张图里面就是松山机场，就是松山机场，我们以为它很安全的，那我们来仔细检讨一下它到底安不安全。首先，最近这个民航局也知道，交通部也知道，本来是商务的小机场，现在规划要飞广体客机Airbus 330，我们就要问 Airbus 飞330，当然有人讲过去什么747的，有点那不一样的机型，更新的机型，会不会有产生新的机场安全的危机？再来，我要说的是，它可能会导致第一个飞行的危机。为什么？因为 Airbus 330，它所需要的跑道的滑行长度比现在所有的飞机都还要来长，所以因此呢，它 landing 的时候，就是 touchdown 的时候的位置，
刚刚好在什么地方？他适当的位置刚刚好在复兴北路的地下道的正上方。我查过是航空公司的，正好在正上方。正上方有什么问题？也可能没有问题啊，也可能有问题啊。如果他 touch down 的时候是 hard landing， 碰到风吹下来重力就非常的大。那如果运气很好很平顺，也就没有问题。所以说这个东西啦，不能够忽视它，也不能够忘记它，要想办法去改变它。好，院长，在什么地方？我们来看这个图。我们复兴北路经过这里，横的那一条就是跑道。一般的飞机不需要在这个地方做 touchdown 降落，但是 Airbus touchdown 的位置正好就在这个位置上面。好，那正好的位置上面呢，你可以说没什么事，你可以说它可能有什么事。那好，我们就来找找交通单位的文件，飞行危机之一。目前为止没有任何鉴定报告证明复兴北路地下道上方撑得住。原因是什么？我们测试这个跑道有一个叫做 PCN 值 Pavement Classification Number， PCN 值在复兴北路地下道上方是不合格的，是不合格的。我的数据来自哪里？我的数据来自你们内部单位的会议记录。这个会议记录是什么？我当然说民航局的会议装聋作哑也可以，忽视也可以，但是很明显的会议记录里面，民航局